你们到底要干嘛？妈的！哎，你们一定是找错人了啊！你有没有看过他？没有啊。妈的！喂，你不要妈的妈的好不好？你女人这样子也很奇怪。妈的！又是一个大男人主义的走狗，小心！请谨言慎行，连累起萨卡的助力。谁是萨卡？是恶，是怂恿，是催你。所以是。是恶，是怂恿，是催你。你们是不是嗑药？萨卡是心魔，他会钻进你的脑袋，要你的眼睛。要你的手往别的女人摸，要你的喂，小心点。所以我们必须随时警戒。哦，那你身上背的那个是武器啊？中国料理、西式料理、日本料理、印度料理、泰国菜、越南菜，连 K 都烤给你吃。哇哦，好厉害哦！那他呢？你好帅哦！我刚刚喷了一点香水。你的说话的声音多好听啊！我第一次听人这么说哎。而且你好性感啊！你也不在了，你再这样说下去我也不好意思了。你好可爱。好够了，吃饭到这里就好了。是。没意思啊。他是哄骗，专门满足你们男人那些无聊的自尊心。哎，我不同意啊。可是刚才很有效啊。
当地。不过跟你们说，你们这样子做太危险。如果你们要找女王的话，首先要先躲起来。躲起来？躲去哪？星巴克。对，就是星巴克。那是什么地方啊？我靠，你真的不知道还假不知道？那个地方很安全吗？安全，太安全，在那里完全不会有问题。但是你们需要像非常神秘的法宝。啊，这个托克蜜，再把它交给那些贵人戴帽子的，然后说我要四杯拿铁。我要他四杯拿铁。对，很好。然后你说那你们会跟我会合？当然。啊，太好了。那什么你呢？还是自家产心啊。放心，交给我。那我们先过去那边等你了。好的，没问题。
抱怨的吗？原来我风流气场，潇洒翩翩，风花雪月是处境。我总是外出打猎，拉开无数女人一夜情。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，当然很注重做人档次。他坐起来来马马虎虎了。当我早晨从被窝里面被吵醒的时候，哇，我们吓了好大一跳，他翻白眼跟打呼噜，跟腿都开开的。如果说女人是一件物品的话，那么她确实是一件包装很精美的礼品，只可惜食品包装不符。我想要退换货，但是没办法。我说过了，他才是心魔，他会钻进你的脑袋，要你的手往别的女人摸，要你的眼睛往别的女人看，要你的。哎，你不觉得很悲哀吗？